友俊烈因为合拍《请回答1988》结缘，至今交往多年，虽然很少公开放闪，但感情可是相当稳定。上个月他们才被募集到和另一对情侣李东辉、郑好娟一起观赏怪奇比利演唱会。而最近正在拍摄新戏的柳俊烈，25日正好是他的生日，于是，在前一天，惠丽不仅准备了餐车应援，还亲自到现场探班。有工作人员上传了与惠丽的合照，还写下惠丽男友帮忙照的，间接帮两人放闪。而餐车上也充满了惠丽对男友的爱，横幅上写着“祝我爱的柳俊烈生日快乐”，并加上爱心。立板则写下“金钱游戏剧组机票都买好了，明年冲艾美奖吧”。署名俊烈的头号粉丝更是闪到不行，看两位这么稳定幸福，粉丝们也是超级欣慰啊！